线。好，这个故事呢是南塔铁拉瓦土啊，南塔就是南陀啊，大家知道这位长老吗？南陀。佛陀的弟弟，堂弟。对，堂弟是吧？南陀，然后铁拉就是长老嘛，瓦土是故事啊、哦。南陀长老的故事哈、哦，好，那从朦胧居士先好吗？先看你现在这个句子的主要动词是哪个字？主要动词应该是第二行最后面的那个嘎塞西，Gatesi 是什是。么事？第三，过去式第三人称单数，很好。然后主词呢？应该是 satta，第一行的最后一个字。Satta，所以这样是符合了。好，我们开始翻了。其实，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我们法句经都是差不多这样子的格式啊。好，来继续。那个应该是先翻那个第二行的第二个，萨达是佛陀，然后再是第二行的第二个字，比哈兰陀住，然就后加达万内是在其陀园，对，就在洗头园，然后呢？然后再是第二行倒数第二个字阿拉。对，阿拉帕谈到了，谈到了然后再是耶什么阿亚斯曼当尊是者，尊者，什然么尊后者？南达南陀，好，对，然然后后再是第一行的那个，不，最后一个字是嘎塞西说对，了，说了然什么？后第一行的那个第三个字伊芒达，他妈。他妈的沙呢？这个佛法开始，这个呢？那个是怎么翻？我们要保留嘛？还是对保吗？留没有翻就是保留什么字？是亚达阿嘎拉啊。很好，这个是什么？阿卡朗基亚什么？伊蒂对吗？来吗？不用翻嘛，不用翻的。对，所以我们就怎么翻呢？说了，亚塔。阿卡朗，等等，不要忘记等等，因为它不是完整的记哦。等等的什么？伊曼塔玛提斯南，这个佛法开示，这样了解吗？再见。龙皮再一次翻了、萨塔佛陀维哈兰多住，切德瓦内在其陀园，阿拉帕谈到了。ยสมันตังนันทังนานถัวจุนเจอกะเทสิชัวเลยยะถาอคาลังตึงตึงอิมังธรรมะเทสนังจะกะฟอฝ่าใครซื่อ有没有问题没有，大家看一下ยสมันตัง这个字你们知道吗是来自什么字ยสมันตัง Are you？อายุไม่สชมัวันตุอายะสมันตุหลายชื่ออายะสมันตุรู้ก่อนไหนว่าโยคะเปิดแต่ว่านิมันฟันอีเชียอายะฟันพระควันตุเธอสู่หมิงสือสามสิบเอ็ดสันสูเย่ฮะอายะสมันตุฮะ所以你会发现怎么样呢第二行第二个格位是什么พระควันตัง对吗对，所以呢ยะสมันตุ第二个格位是อายะสมันตัง大家看一下，可以吗？好，那下一句就请偶像去试咯。好像这个句子好长很长，
我们先看一下意思好吗？先看一下啊、哦，这个 he 啊、哦，通常我们 he 是翻成至于，翻成所以，对吗？但是大家看一下，如果 he 出现在故事的第二段啊、哦，第一段就是这个嘛，第二段呢就要翻成详细的说。为什么是详细的说？因为其实佛陀只是开示有关这个记的部分而已啊。然后后来的长老们呢，就是要解释的时候啊，就会用这个 he 啊详细的说，然后我们再翻。然后呢，我们看ปวัตติตะวะระธรรมจักโกะธรรมจักโกะ是什么意思？法轮，法轮啊，瓦拉是最上，巴瓦提达是转哦。然后我们往下看，图达囊来自图达，是使者，使者。然后马卡瓦囊，瓦纳是特质，其实瓦纳可以翻成颜色也可以，或者种姓也可以，在这里翻成特质哦。然后瓦涅达瓦是描述。描述或者形容都可以啊、哦。然后我们看提那斯瓦这个词是来自提那接阿斯瓦哈，提那是灭，阿斯瓦是烦恼嘛，或者我们知道的那个什么漏对吧？对，漏这样写嘛？对，漏啊，漏灭就是漏尽的意思啊。然后就是指的是谁呢？落尽阿罗汉，阿罗汉，阿罗汉哈、哦。然后噶比拉普拉，来自噶比拉普拉，普拉是城市的城啊、哦，城市的城，是种姓啊、哦。然后尼多是带领，带领或者引导啊、哦。好，我想就是看一下这个句子的主要动词是哪个字。应该是 Nido 领导，很远啊、哦。对 ，Nido 哈 ，Nido 是什么？是大巴扎亚。大巴扎亚。Nido 告诉我们什么？阳性单数。所以主词应该是哪个字 ？Satta。Satta 哈。好，我想就是翻翻看呢、哦。所以详细地说，萨塔佛陀，然后是巴瓦提达瓦拉达玛扎戈，转了最上的法轮。看看一下这个字哦，这个是什么词？是形容词对吗？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是这个。是什么？萨塔是都是第一个格位对吧？对、所以呢，是他瓦提达瓦拉他玛扎波是形容萨塔。在这里我们可以接胡多瓦。胡多瓦是什么意思？有是吗？有。是或者有对吧？有什么呢？如果接胡多瓦是中间动词哈、哦，是有什么？大家看，巴瓦提达是什么什么巴扎亚？大巴扎亚。大巴扎亚啊，转需要有说辞吗？要。要对吗？所以我们要加第几个位的名词在前面？第六个格位。大巴扎亚啊，需要说辞的动词，我们要把。第三个格位的名词放在前面是吗？像什么饭被我吃了，对吧？对。所以这里是谁转这个法轮呢？佛陀。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接阿德那，是什么意思？自己。自己啊、哦，是有自己转了的什么最上的法轮。由自己或者被自己转了最上的法轮，这样了解吗？了解。好，然后呢？然后
刚达瓦去了拉扎嘎罕王舍城，嗯，然后维哈兰多住，住然后嗯，维卢万内嗯，在竹林精舍，对，住在竹林精舍，然后呢？然后后面这个引号好像没有看到可以开引号的，嗯。中间动词，嗯，所以应该用瓦达后面加瓦达瓦。如果我们加瓦达瓦会怎么样呢？啊，我们来看，佛陀说了什么？这个句子里面的主要动词是达塞塔。它是命令是第二人称复数、嗯、对，所以对前面加둠헤，嗯，둠헤很好、哎、那请你们阿네다와带来不当儿子然后다세타显示然后这个美是第四个格位显示给我对，很好。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哎，为什么佛陀要请人家把儿子，显示给自己看呢？这个应该是净饭王讲的。应该是他的爸爸讲，对吗？他爸爸讲的，对。我们先看一下，要翻这个之前，我先给大家看这个。我们分享。这个是就是我们等一下要用的文法来翻译刚才那一段呢。大家先看一下这个โอทโนตังทารกังปหาลิตวาลุขังจินทันเตนะปุริเสนะคุณชิโต先看一下意思โอทโน是饭嘛然后ทารกะ是什么孩子ปหาลิตวา是ตา然后ลูกขัง是什么สู้对吗สู้จินทันเตนะ是什么ขัน然后呢พุนชิโต是ชื่อ对吗对好问君豪来君豪在哪里？君豪，君豪来，君豪翻一下，是什么意思？饭怎么样？哈哈利达瓦，嗯，然后再是丹达拉甘达。那个达拉干什么？孩子哦，范被达拉干那个孩子，范被那个孩子打，范被孩子打，为什么孩子要打范呢？卢肯是达拉干卢肯。养心法师要不要反驳？范。打扮是盛饭吗？不是哦。不是哦。慕容居士。是饭被好像也不太对啊，饭被他来打那个孩子也不对啊。五常居士知道吗？不知道，完全看不懂。好，其实这个文法P曾经教过了，但是你们应该忘记了。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文法。โอทโน ปุริเสนะ คุณจิโต这是什么意思？
饭被人吃了啊，饭被人吃对吗？嗯，其实这个就是饭被人吃，只是怎么样呢？他在解释什么样的人吃饭。黄色的部分就是在形容那个人是谁。大家先看一下，当我们发现，哎，怪怪的，所谓的怪怪的，就是说，饭怎么可以打孩子呢？这个是怪怪的，对吗？那么你们要找了，哎，有没有，主词是不是打巴扎亚？而且那个打巴扎亚也是怎么样呢？需要有受词的动词，听得懂听不懂？需要受词的动词，喷气多词需要有受词吗？词需不需要有受词？啊？大家怎么这么要？要啊！要啊！吃啊！吃饭吃什么东西对吧？嗯。啊、哦，好，所以需要有，因为它是需要有受词，所以我们要找第三个格位的名词，对吗？嗯，对。饭被人吃，对吧？好，接下来，如果你要形容普利塞呢的话，这是第几个格位？第三的格位。所以呢，你就应该要看这个前面这里有安达巴扎亚，有没有看到？有。安达巴扎亚，然后它变话已经变成第三的格位了，跟普利塞那一样、嗯、有没有？对吗？好，对，好。如果龙屁先不管这个，先不管这个啊、哦。哎，怎么会这样？真的不见了，按度啊？你要把它取消、删除、按度。OK， 好。好，然后大家看一下，如果龙屁不要这一段。你们先看后面呢、啊，这样会不会比较容易翻？饭被砍，正在砍树的人吃了。哦，这样了解吗？了解。了解。好，然后呢？如果前面有多了多巴扎亚，那这样怎么翻呢？大家要记得这个啊、哦，这个很重要。然后你看多瓦巴扎亚，要先翻前面这个多瓦巴扎亚，再来翻这个部分。所以这样怎么翻呢？翻被打那个孩子，然后砍树的人吃了、哦、可以吗？嗯 okay. ，OK， 所以你看，重点是你要找这个 A 呢，有没有看到？哦、好，如果没有问题了，我们看下一句哦。下一句就是从我特诺到普西多到这里，跟上面的那一句有什么不一样？谁呢？跑前面，跑我特诺后面。啊啊？什么？普利谁呢？啊，跑我特诺后面。啊，普利谁呢？啊，在我特诺的后面，对吗？但是普利塞呢，就是在这边，对吗？意思一不一样？应该一样吧？一样哈、哦，所以大家也要知道哦。当你看到这个普利塞呢，然后你看到后面有 A 呢，或者前面有 A 呢，都一样的意思，这样可以吗？可以，了解。好，然后你看下一句哦。โอชโนเตนะปุริเสนะลูกขังสินทิตวาปุญชิโต这个怎么样安达巴扎亚就是 A 呢刚才不见了有没有发现对啊嗯其实如果我们要以比较清楚的格式来写的话我们应该要把那个形容的部分呢那个动词要把它变成跟
要形容的名词一样。比方说，名词是第三的格位，前面这里新坦德呢，动词是安达帕扎亚，也应该要把它变成第三的格位，这样就很清楚。但是也有一部分呢，在经典里面，它是没有安达帕扎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安达帕扎亚刚才不见了。心坦德呢不见了，那这样怎么翻？โอทาโนฟันเป้เป้谁เป้ขันเลลุกขังสู้เตเตนะบุริเสนะนักเรียนปุณชิโตชื่อเลย有没有发现这个เอนะ不见了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说哎หลวงพี่那我怎么知道这样翻呢你就翻看嘛โอทาโนฟันจินทิตวาขันเลลุกขังสู้你这样听得懂吗你听不懂对吗所以第一个关键就是说是不是打ปัจจยะ如果是打ปัจจยะ的话需不需要受词的动词如果需要受词的动词的话有没有找到了第三的格位的名词然后前面这里前面或者后面呢都可以是谁的动词就是这个 Dana Brisena 的动词这样有没有问题没有好那我们往下看哦 Otano Lukang Chintitawa Dana Brisena Kunchito 这个是不是一样的对一样只是怎么样秩序不一样、啊、对这样了解吗？嗯，了解。好，再来，包而许住，包而许句，我们介绍很多次了，对吗？大家有印象吗？有啊，我们来复习。老皮先问大家啊，包而许句，前面是第七个格位复数跟第六格位，或者第六格位复数，你们有印象吗？有孟龙居士有印象吗？包而许句有印象，可是里面内容忘了。包而许句四个字有印象，但是内容就不知道了。好，没有关系。那我们来看呢。大家看，เตสุชเนสุ什么意思？那个人啊，第七个格位对吗？在那些人里面对吗？嗯，对。ติดโสโอทนังณคุณสติ这是什么意思？ติดโส是什么意思？哦，ติดโส你写错了，这个傻啊，不是嗯。改一下好了。第四，第四是什么意思？三，那这样怎么翻？在那些人里面，有三个人不吃饭。很好，不是三个饭不吃哦。嗯。你们有没有人在心里面这样翻呢？所以ติดโส它省略了什么？人。所以如果要接字，我们应该要接什么字？全呢？对了，养心法师。什么字？全呢吗？不是全呢，全呢是全呢啊，全呢。刚刚说全呢。为什么是全呢呢？因为三个人复数第三个第一个格位复数嘛，对，在那些人里面三个人不吃饭，可以吗？可以。那如果我们改成第六个格位可以吗？เตสานังชนานัง我们也要这样翻的，就是说在
虽然是第六个位哦，但是我们还是要翻成什么？在那些人里面，嗯，一说ชนะ三个人不吃饭，可以吗？可以。第七个格位或者第六个格位复数都可以，有没有问题 ？OK， 梦龙居士有没有问题？没有。这是主词是第几个格位？这个包是第六第七或者第六？第七。曲是第几个格位？曲的。曲是第几个格位？第一个格位对吗？格位。好，那有没有可能包句是六或者七复数，但是曲句是其他的格位？听得懂你的问题吗？是单数吗？不一定啊，不一定是单数、哦。有可能吗？复数、单数都有可能。对对对对对，就像这个嘛，你所以也不是单数嘛。对，对，龙P的问题是这个不是，这个是第一个格位，对吗？嗯，对。有没有可能这个是其他的格位？有啊，我们看这个、哦。如果是第二格位的话，你们看，他为比苦，什么意思？两个比丘。两个比丘。เตสุพะเลสุอัมเพพุนชันติ这是什么意思พะละพะเล是果嘛这是水果对然后อัมพะ这里是什么意思呢芒果芒果พุนชันติ是吃嘛那这样怎么翻梦龙居士怎么翻？在这些水果里面，芒果，无常居士帮忙一下。被两个比丘吃了吗？怎么会有被呢？没有，那是比丘吃了两颗芒果。比丘吃了芒果，两个比丘吃了芒果。然后呆鼠和雷鼠呢？就是，在这些水果里面，两位比丘吃了芒果，这样吗？再一次，就是，还是说两位比丘吃了这些水果里面的芒果？这是白话，没错。我们来看，如果按照文法来翻，怎么翻？ทเวภิกขุเหลียงเว่ยปิชิวพุนชันติชื่อเตสุพะเลสุใจสวยกว่าหลีเมียนใจจ้องสวยกว่าหลีเมียนเต๋อ什么อัมเพจ้องหมางกว่าอืมยัง有没有问题了解了解法师了解吗了解君豪也了解哈好我们看这个师父这个还是第一个格位啊那是第二个格位、哦、主持是那个两位比丘啊不是现在包句在这里哦曲句在这里哦曲变成是受格对、所以这是第二格位哦 OK 了解这样我了解好君豪君豪看这个第一句第一个句子跟第二个句子上面跟下面有什么差别变成单数什么单数不是可以哪里不一样那个第三南帕那南这是第几个格位第二个格位不对养心法师第六个格位这是第六刚才我们不是说包句
要么就是七，要么就是六，对吗？错失六。嗯，好，一样的意思啊。怎么翻？两位比丘，他为毗湖两位比丘，昆山地区，贴贴撒囊帕拉囊，在那些水果里面的什么安培种芒果，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那第三个格位可以吗？我们看呢。无常就是，所他那个得数，A给呢，是哈呀给呢，啥呀给呢是朋友的意思。嗯，巴哈多是打，这是什么？巴扎呀是打巴扎呀。好，无常就是翻翻看呢。 一个男孩，那个男孩被那些应该说要加个朋友，得数后面应该加一个加朋友吧，加啥呀？给数对吗？加呀给数，嗯，很好，啥呀？给数，然后呢？ 就是那个男孩被那些朋友里面的一个朋友打了，嗯，这样很好，这样大姐听得懂吗？懂，懂哈。梦龙就是那下一句呢，下面的，意思应该一样，只是那个换成第六。第三，那要接什么？就是在后面。那应该就是。 สหายะสหายะกานังใช่ไหมกานังจังจิ้วชิงชูแล้วโสทารโกนั่นก็นั่นก็男孩巴哈多不是对不起เตสานังสหายะกานังเป้在那些朋友里面的什么เอเกนะสหายะเกนะ一个朋友巴哈多打了 那如果是第四个格位呢？第四个。杨行法师翻翻看哦，比达哈，比达是爸爸。是爸爸。噶哈巴囊是贤的意思。贤。贤。哦，钱噶哈巴囊。噶哈巴囊，来这个噶哈巴囊，噶哈巴囊就是中性，是贤的意思。那这个是第一个格位吗？ 第一个格位，中性啊，就是跟古拉一样嘛。哦，古拉，那你就是第二个格位了。哦，古拉。然后呢？切塔布拉萨，切塔布拉萨是大儿子。嗯，大儿子。好，贴底是不是给？给了大儿子。 杨庭法师翻翻看呢。先讲巴利，再翻中文呢。要不要得数？要不要加字？要加。不过先翻，先找主词是什么字？比达嘎哈。比本能。一个字，比达。什么意思？爸爸。爸爸怎么样？ 嗯，嘎嘎哈巴能，你刚刚才讲钱，对对对，爸爸钱，然后呢？对啊，然后就是，爹叔就是在那些儿子当中，这里接什么字？ 儿子的话是不得数啊。不得数很好，不得数。对。好，在那些孩子里面的什么？给钱给。在那些儿子里面的什么？在那些儿子里面的。切塔布达萨。
大儿子。啊，大儿子，对。请问切塔菩萨是第几个格位？第四个格位。翻成给也可以，对吗？对。好，就是英文就是 for 嘛。不，对。这样大家了解吗？了解。君豪，那这一句下面的这一句要怎么翻？儿子，爸爸。你先讲巴利，再讲中文呢。比达，de ti，比达是什么意思？还没有翻。比达是爸爸。嗯。给，de ti 给，哈哈巴兰钱，然后再是，在那些儿子里面，de sa lan pu li sa lan，在那些儿子里面。不是普利萨囊哦。不打囊，不打囊，哦，对不吗？打囊，对，不打囊，然后呢？在那些儿子里面，然后再是揭谛哈菩提萨的大儿子，好，那这样大家了解了吧？了解，了解。哦，圣山来了，圣山，好，那么我们刚才就是学过了这些文法，我们回到刚才的讲义啊、哦。无常居士不晓得你大概有概念的吗？鲁皮先讲大概的意思啊、哦，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净饭王就是悉达多太子的爸爸，他是派使者，去找悉达多太子。不过，在10个里面呢，有一个他是最后最晚去的，当他去到佛陀那里呢，他就后来成阿罗汉，所以呢，当他成阿罗汉之后啊，他就跟佛陀讲，诶，这条路是怎么走的？那个时候佛陀就跟2万位比丘就一起到噶比拉城那里，这是大概的意思。有帮助吗？有啊。我们先看呢，尼多尼多。尼多是带领或者引导，对吗？对。这个是需要受持吗？需要。需这对，这个是需要的。需要，需要啊、哦。需要受持的动词，所以要找第几个格位的名词？第三个格位的名词啊，我们看一下哪一个就是第三个格位的名词。净饭王吗？应该是卡鲁达伊德。等一下啊、哦，很好。刚才梦龙就是说。是托特纳马哈拉切那，这个是第三的格位对吗？嗯，然后五常就是说，嘎鲁塔伊铁勒那是第三的格位对吗？对，没错，都是第三的格位。但是我们需要的是哪一个？是黄色的呢，还是绿色的呢？黄色的。黄色的。等一下，我们就是说，被谁带领对吗？佛陀被谁带领到噶比拉城？哦，那应该是那个。迦留仪长老，迦留陀仪长老，就是嘎鲁他依长老对吗？嗯，不是被净饭王亲自来带自己的儿子回家对吧？对，对，好，那我们找到了第一个关键字哦。好，你看被谁被嘎鲁他依铁啦？他的名字是嘎鲁他依。嘎鲁塔伊长老，嘎鲁塔伊长老，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哪个字也可以跟他一起翻呢？前面那个字阿拉哈达巴德纳，什么意思呢？已证阿罗汉。对对对，就是这个是到达嘛，就是已经成了阿罗汉，对吗？成阿罗汉的伽卢塔伊长老，对吗？好，然后你们想一下，刚才龙屁讲的包尔许句有没有出现在哪里？达萨南啊，两句话很好，这是什么意思？刚才龙屁讲的大概的故事啊，你们记得吗？龙屁讲到什么？十个折里面的。对，所以呢，图达囊是来自图达，这是第几个位呢？第六个位。那神囊呢？它神囊是第六。大家知道吗？为什么是它神囊呢？数字。数字嘛，因为它神囊它傻是变化跟班扎一样，对吗？对。如果大家不知道，可以翻一下那个数字是第几页？46页。46页。有没有看到第六个格位班赞囊，对吗？对，班扎变成班赞囊，所以他萨什就会变成他三囊。他三囊就可以形容图达囊了。好，然后呢，这样我们能不能翻在十者里面背，等一下，背从哪里来啊？背从这里来，也呢？背在十个十者里面的什么？已证阿罗汉。阿拉哈达巴德那，成为阿罗汉的伽卢塔伊铁勒那，伽卢塔伊长老。对，那前面这两个字怎么翻？所以讲一下刚才你讲了什么文法？第一，刚才你讲什么？一开始就讲了。他用来形容那个长老的。对，所以我们可以先翻，对吗？对。要怎么翻呢？看一下啊、背十个十者里面的怎么样呢？从所有的十者后面，我们自己知道他是十者哦，十他是所有嘛。八叉是后面，都是从。对。从怎么样？所有的使者后面，它就是最晚到了，这样了解吗？了解。从所有的使者后面怎么样？去了。然后怎么样呢？已经成阿罗汉的伽卢塔伊长老，这样有没有问题？了解。还没有够，还不够复杂，大家。我们先看，应该要往上翻还是往下翻？我们在并图，我们先往下翻。等一下我们在并图啊。好，然后呢？ยัตตวา这个字是谁的动词？ยัตตวา知道了。ยัตตวา谁的动词？是那个长老的动词，对，没错。知道了什么？卡玛纳嘎朗，去的时间，对，去的时间就是应该走的时间了，就是应该要带佛陀走的时间了，了解吗？了解。这是什么巴扎亚？有巴扎亚，有巴扎亚嘛，把动词变成名词，对吗？知道了去的时间，然后呢？วันเนตวา
描述描述了马卡万能马卡万能道的特质，道路的特质，就是说要先讲啊，我们要怎么走啊，那个路是怎么样啊，好，然后下一个字要翻什么？主要动词。哎、啊，还没，按照顺序翻嘛。然后，这个字我们还没有翻对吗？对。对。等一下哦，你要先跟大家讲，现在我们是以文法来翻，但是当你要把它翻成白话的话，当然我们不需要这样讲的那么复杂，这样了解吗？但是我们先看，它按照顺序的话怎么翻？那遇到了什么？这个字还没有翻，这是谁的形容词？佛吧？为什么有吧？佛啊！就你怎么知道？因为它被围绕啊。不可以这样回答。阳性的字啊，阳性，然后呢？阳性不够，阳性不够，第一个格位啊，这样才对，才正确哦，对吗？对。所以如果是打巴扎亚要形容这个伽卢塔伊长老的话，这个不可以当，不可以用 O， 要把它变成 A 呢、才可以形容，这样了解吗？了解。有啊。所以那这样怎么翻呢？就是有什么两万个阿罗汉围绕的，对，可以吗？可以。然后怎么样？最后两个字就带领，带领到噶比拉布朗，就是带领到噶比拉城。这样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是等一下老皮翻完了你们等一下我们先往上看呢，下面往下已经翻完了对吗？我们现在往上看，就是从哪里开始？从这里开始往上看。有没有发现萨哈萨巴里瓦拉南？那我们应该怎么翻？它可以形容什么字啊？形容图达囊形容图达囊对吗？形容他是囊图达囊对吧？因为同一个格位对吗？这是都是第六个位。第六个位。萨哈萨是什么意思？一千，大约一千，大概一千。巴利瓦一千，这个不用大概，因为对，大概对，没错，大概一千怎么样呢？巴利瓦朗，巴利瓦拉是什么意思？随从，就是有一千随从，什么叫做一千？一千。就是十者里面嘛，全部各有一千个随从，跟各有一千个，所以他才会讲两次，这样懂吗？懂。然后还有什么字可以形容啊？贝西达南。贝西达南也是第六个位对吗？对。这什么意思？送对吗？送。但是贝西达囊这是什么巴扎亚？大巴扎亚。大巴扎亚需要受词吗？需要对吗？所以要找第几个位的名词？第三个格位。有没有看到？有。前面那个字。就托塔纳马哈拉切纳。马哈拉切纳。对，是什么意思？定饭看一下，为什么这个要翻？这个可以翻成定饭王呢？苏托是来自苏塔对吗？苏塔是什么意思呢？定饭，清静啊，清静。清静。然后奥坦奥坦纳是什么意思？
范范啊，然后马哈拉谢那是大王，大王啊，翻成怎么样？敬范大王，大王被敬范大王送了，对吗？嗯，那前面这里呢？最后了，最后了，大家。这个叫怎么开引号？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吗？如果我们要从后面翻过来要开引号，我们可以用什么字来开引号？生山有没有印象？中间。用后从后面翻过来，可以用什么字来翻？从后面翻过来。开要开引号。大家都忘记了。哇。我的哇。不对。到。我讲了。我讲什么？我讲。我讲你呢？我讲你呢？你们都没有印象吗？很久很久之前。有吧？有讲过吧？两个班都有讲过了。应该有。有说过，有啦，不是应该有，都有啊，无单句式。这样我们可以怎么翻呢？就透过这个话，了解吗？嗯。透过什么话？透过我们就翻引号里面的意思嘛，就是刚才、武昌居士翻过了嘛。对。就什么？就是东邪你们，请你们怎么样？阿涅陀哇带。带了不当儿子，他谁他儿怎么样呢？显示没给我，对吗？嗯。我这里呢，这个话，嗯，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怎么翻？就是先透过这个话怎么样呢？送了，被敬饭碗，透过这个话怎么样呢？送了，可以吗？嗯，可以。送了，送了，然后撒布里瓦朗有1000个随从的使者里面的，哎，等一下，我们现在要认真翻了，嗯，要正式翻，从头到尾。大家一起来哦。好。好。好复杂。从这里到这里。He 详细的说萨塔佛陀布达瓦有阿德纳有自己巴瓦蒂达转了。วาระจุยสร้างเตธรรมะจักโกฝ่าหลุมแล้วคันตวาชื่อเลยราชคหังหวังเซอร์เฉิงวิหารันโตจู่เวลุวะเนใจจูหลินจิงเซอร์แล้วใช่ไหมเป้从哪里来เป้从这里来เป้然后呢เป้สุดโททนะมหาราเชนะจิ้งฟั่นต้าหวังวัจเนนะอีตุมเหชิงนิเมินอาเนตวาใต้带来不当儿子他写他显示没给我我这里呢这个话被喜大能送了萨萨巴里瓦拉能有1000个随从的他谈能十个图大能十者里面的使者里面的这是抛句哦，嗯，看到哇，
สัพพะปัจจโตชงสวยโยตซื้อเจอปัจจโตโฮเมียนคันตวาชื่อเลยอารหัตอรหัตตับปัตเตนะอีจิงเฉิงอาโรหันเตกุรุทายิเถเลนะกุรุทายีจังเหล่ายัตวาจือเต้าเลยคมนาการังชื่อเตสือเจียนวันเนตวาเหมียวสู้เลยมักคะวันนังเต้าลู่เตเธอจือวิสัตวีสติสหัสสะขีนาสะวะปริอุโตโยเหลี่ยงว่านเกิดอาหลวหันเวยเร่าเตนีโตใต้หลิงเลยกะปิละปูลังเต้ากะปิละเฉิงซื่อโอ้ทรงอยู่ฟันหักเลยยังไม่有问题王斌这个包额曲可以用第六个格位可以哦刚才讲了升三台六或七六跟七六或七都可以对对对对等一下那龙屁今天把档案上传好了升三可以复习哦就在前面讲过好然后接下来就不难了啊不难吗我们刚才倒水了无常就是翻好了那接下来就君豪来君豪ยาติสมัคครับสมาคมสมาคมะคือจีหุ่ย的意思ยาติคือชินชีโปคละคือควาวัตสะวัตสังคืออือัตถุปติงคือสังฉีเตกัตวาคือจั่วอ่ะ你先做你先到这里好中间动词กัตวากัตวา做了做了什么然后再是地方ยาติสัมมาคามะ在集会就是在亲戚集会里面怎么样呢กัตวา做了做了然后再是อะทูปาติงโปคันดาวาสวาสัม升起的花语对就是佛陀他是用神通啊就是说在亲戚集会就是亲戚聚会的那个地方啊他就是用神通做了这个升起的花语这个波卡拉瓦桑他很特别啊就是谁希望自己那个雨不会让自己湿湿的那个自己就不会湿湿的这个就是波卡拉瓦桑好然后再来养行法师好吗好瓦桑达拉查达冈查达嘎查达冈是本生经的意思哦本生经瓦整句整个词都是瓦桑因为桑达拉是那个本生经的名称哦它的名称然后嘎铁达瓦是说嘛说的说了然后普纳提瓦谁是在什么隔天早上隔天早上宾达是什么意思饭团就是托钵嘛托钵托钵的保卫陀保卫陀是进入的意思进入就是巴达巴扎亚哦巴大巴扎亚大巴扎亚啊好好我们先看这个主要动词是哪个字中间动词还是主要动词是哪个字主要动词宾达亚巴蒂多巴蒂多一个字就好一个字巴蒂多巴维陀哈巴维陀巴维陀巴维陀是主要动词是进入对吗对进入巴扎亚进入需要说词吗要我们曾经讲过地方不算是说词对吗所以不需要说词所以不需要说词怎么翻直接翻对直接翻就不要找第三人格位的名词了好所以我们先从为什么查达冈先翻什么养行法师
就是这一部本身经啊。啊，先翻什么？然后先翻主要主格主词。中间动词还没有翻呢、啊。中间动词是那个 gatetua。啊，什么意思？哎，让。说了，说了，说了。我说了。嗯，说了什么？说了，说了本身经这一部。说了这个为什么啦？本身经，嗯。对。然后呢？然后就是去。进这个托钵的，等一下，在隔天早上。哦，在隔天早上去托钵。等一下，波维陀是进入吗？进入托钵。班达亚克宾城里面吗？对，但是我们就自己知道进入城里面嘛。班达亚是第几个位？第呀。宾达。宾达斯，变化跟布里塔一样。宾达亚布里塔。变化跟。宾进去托钵。第四个位，布里塔亚。为了托钵。对，进入了，为了托钵，这样可以吗？第四个位。其实这里它省略了什么？省略了主词，对吗？因为这里已经有了中间主要动词对吧？你懂也是对，这个也是主要动词对吗？哦，但是因为同一个主词就是萨塔对吧？萨塔，给他讲一次而已哦，对。好，那我们再一次翻哦。嗯。亚底萨什么？他们在亲戚集会里面。嗯。嘎达瓦做了。อัตถุปัตติงสังฉีเตโปคละวัสสังว่าอยู่กะเทตวาชัวเลวัสสันตระชาตะกังเวสันตระชาตะกังเวสันตระเป็นสังจริงคุณนั่นชื่อว่าเอใจเกิดเทียนเจ้าสร้างพระวิโถจินรูเลปินดายะเวละโทปวอืมมีคำถามไ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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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มมีคำถามปุถิเต这里是站的意思站然后นับนับปมัตเชชัยยะ就是其实它是短音呢但是它跟อิติ在一起嗯คือฟัง意的意思อัปปมัตเชนะอัปปมัตชัยยะ是ฟัง意เจียนะ在前面就变成什么不放意คาถา就是记嘛嗯คาถา这个เอยะ没有那个应该的意思嘛？对对对，没错没错。好，然后，先跟你们讲好了，因为这个记它只是拿一部分拿来讲而已，所以它不是全部的记，我们没办法翻，因为我们不知道主词是谁，或者，你看呢，不放译再战。我们分出来对吗？对，所以我们就是要保留那个巴利，然后说等等。哦，这样了解吗？这个他们的也是一样好，然后僧三先看一下哪个字不知道。这里，马哈巴查巴蒂哈，他是如果是第一个格位是一哦，马哈巴查巴蒂是。摩诃婆舍婆提，摩诃婆舍婆提，就是佛陀的一母嘛，这就是一母。然后，萨嘎塔卡米，萨嘎塔卡米是斯陀含，就是斯陀含果，是斯陀含呢，第就是恶果，恶果，阿雷是什么？就是。果嘛，斯陀含果，斯陀含果，是这样写吗？对，斯陀含，然后其他的字还应该知道意思吧？还有什么字不知道吗？嗯。那个嘎塔亚也是第四个格位嘛？等一下你们要等一下给僧三判断了。
还有什么字不知道意思吗？还有，来，我们先看主词还是谁呀、啊？先看这个主要动词。主要动词是巴迪塔贝西。嗯，是什么？什么意思？拿杯。拿杯让人占了。力也可以、哦、力的好然后我们看ปฏิฐฐาเปสิ是过去式第三人称单数主词是谁主词是สัทธา佛那一样嘛对佛陀怎么样呢中间动词哪个字就是巴迪塔贝德瓦，嗯，让人立了，让人立了什么？让，比达朗，嗯，比达朗是什么意思？比达朗是来自比达，比达是来自比杜，是父亲。这是第二个位对吗？二数名词大家翻一下吧。第几？37页啊、哦。让父亲怎么样呢？让父亲巴迪塔贝达瓦，让父亲立。嗯。然后索达巴迪帕勒。嗯。在须陀洹国。在虚陀王国对然后前面还没有翻呢然后就是引号跟卡塔亚对卡塔亚是第几个位卡塔变成卡塔亚卡塔变化跟什么字一样甘亚甘亚亚卡塔亚应该是第几个位是第三个格位第三个格位怎么翻透过什么记透过我的腿那把马切牙这个记等等这个记这个记怎么样呢然后下一个中间动词圣山应该先这样翻就是透过乌迪提那巴马切亚等这个记然后比达朗让父亲巴迪塔贝达瓦利的索达巴迪帕勒在须陀洹国这样了解吗了解好那继续好下一个这个它要有空格哦第空格然后也是跟上面一样是卡塔亚然后透过卡塔亚透过他们咋咧等等这个记然后少了动词模仿上面那一句很好巴迪塔贝达瓦让马哈巴恰巴丁摩诃波车波提立在索达巴迪帕勒在须陀洹国然后呢然后主要动词是巴迪塔贝西是让拉查囊让国王立在萨嘎塔卡米帕勒在斯陀韩国好
差不多80%了。但是你看一个关键字在咋这里，这个咋，咋这里，所以它是跟什么哪个字句有关系呀、啊？咋？A B apply 是 A 咋 B 咋对吗？但是如果我们要少要省略，可以写成什么 A B 咋 咋 B 对吗？对，好，所以拉查南咋这个句子是跟哪个句子有关系？这个句子跟前面两句有关系，两句啊，一句就好。哦，一句就好。让汉国王在这里，我们因为有咋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反哦。以他们这里卡塔亚这个字，让马哈巴查。ประชาปติงบัวเฮอบัวเสือขัวถีโสปฏิทาเปตวาลี่เลโสตาปฏิปฏิทะเลใจชีโถหวนกัวจะเออเฉจะมายังเนอะราชานังร่างกัวหวังปฏิฐาเปสิลี่เลยสกทาคามิทะเลใจซื้อถั่วหันกว่า可以吗可以意思是什么都是用同一个字同一个字让一个字正得不同的果位这样了解吧了解杨清法师了解吗了解好我们往下看了回到梦龙居士嘛，对，好来，阿达吉扎瓦萨尼，这是在用禅结束的时候嘛，然后拉胡拉是罗活罗，然后玛杜是妈妈母亲的意思，库纳是德行，卡唐是来自卡塔嘎塔嘎塔不是嘎塔，嘎塔是话的意思。นิสายะซื้ออีเข้ามาจันทะซื้อเย่เลี่ยงกินนาลีซื้อเหรินโถเหนียวแต่ซื้อกินนาลีซื้อสมองซื้อหมูเด้อหมูเด้อเหรินโถเหนียวชาตกรรมก็ซื้อเป็นเซิงจริงมาไหโยอภิเสกะซื้อกวนติ่งเคหะซื้อเจียปเวเสนะซื้อจินรูวิวาหะซื้อฮุนอินมังคะเลสุมังคละซื้อจีเสียงปวัตตมาเนสุซื้อจี้ชื่อปักกมันโตซื้อโจกใครแล้วมงหลงจูซื้อเซียนขั้นอีเชียให้有什么字不知道意思有什么字吗？那个第三行那个南达库玛，南他是南陀嘛？南陀库玛拉是青少年。哦，青少年。有什么字不知道意思吗？我们先看主要动词是哪个字？主要动词，那第六行最后一个字吧。干喜，干喜什么意思？哪？这是什么事？
你是过去式吗？过去式。嗯，主持是第几人称什么数？主持应该是第三人称单数。嗯，应该是谁呢？还是现在主角只有一个吧？谁？萨塔？对，萨塔。嗯，今天萨塔。啊，好，来翻。憨那至于，至于，然后巴达吉扎瓦塞内，对，在用餐结束的时候，嗯，沙塔佛陀，嗯，应该在是第二行的中间的那个中间动词，塔提的吧？啊，还没，还有另外一个中间动词，那个。尼沙亚，尼沙亚，这是什么巴扎亚？达瓦，啊，达瓦巴扎亚，依靠了，依靠了，依靠了什么？那呼啦罗呼罗，妈祖母亲，那不就是耶稣陀罗吗？对。然后。看他卡坦德行的话，对，然后呢？然后说的，然后是那个嘎爹的吧？说的，嗯，说了什么？然后詹塔金纳里加达康，月人头鸟本身经。嗯，好，先到这里啊，五三七四继续哦，从大都开始。好。然后，他到此后，他提亚迪瓦塞，对不起，此后也可以，或者你要加，就自己加在心里面呢、啊。其实我都从那天啊，开始从那天的什么，达提亚提瓦塞，第三天，嗯，第三天怎么样？要不要 B 暗示？他应该是插入句的呗。哦，非常好，很厉害，哎，很好。所以是，哎，在南达古马拉萨，难陀青少年的，然后那个阿比塞嘎给卡巴维萨纳维瓦哈马，哎，哈曼。加入谁？灌顶入宅，进入婚姻的吉祥。嗯，然后巴瓦达马内苏继续。正在继续，就是说这是都是第七个格位对吧？嗯，对。啊，这是查录句哦。啊，然后呢？然后，再来就是中间动词巴维西达瓦进入了，宾达亚为了托钵。好，先到这里哦。君豪来。中间动词。达达瓦，达达瓦，给了什么东西？
巴当波。哦，给了。嗯。波。再给达达瓦巴当给了波，然后再来是南达古曼拉萨哈德难陀青少年的手。哈铁的姐各位。第二个格位，啊，放在哪里？在第七个格位，嗯，在手上，放在难陀青少年的手上，哦，可以吗？可以。好，两行法师来。啊，从那个我的娃说了。说了曼嘎兰是吉祥吗？对，说了吉祥，然后呢？嗯，有没有要画？啊？什么？吉祥的画吗？还是没有没有，不用不用，就说了吉祥，这样可以了。吉祥，然后再来就是巴干嘎巴干曼朵走开。等一下，这个字曾经讲过了，嗯，有两个字并在一起，有人像吗？就巨兽吗？它是来自乌达雅加阿斯纳阿斯纳阿斯纳乌达雅是什么意思？站的，起立的，不是多瓦巴兹亚吗？阿斯纳是拜殿，从坐殿，坐殿，这是第五个位吗？对，从坐殿起来，然后。走开了，谁从坐垫起来？那个曼达古玛拉。你看翻来翻去变成不知道谁做什么事了。主持是谁？主持是萨塔。佛陀从坐垫起来，然后怎么样？对，然后就走开了。巴卡曼多走开，然后呢？对，说了吉祥的话。好，再来，张三。嗯，好。这个主要动词是看戏。嗯，那看戏没有拿。嗯，没有拿。嗯。南塔古马拉萨，从后面有那个哈塔多，从难陀青少年的哈塔，的手，巴当波，对，就是不拿嘛，他就不拿，不拿，对，好，你整段再次翻了。ปัณณะชื่ออยู่พัตตกิจวาวาสะวาพัตตกิจจาวสาเนใช่ย่งสันเจียสู้的时候สัทธาฝอถัวนิสายะอีเข้าเลยลาหุระมาตุคุณะกระถังโลโหหลัวหมู่ชินเต๋อสิงเต๋อว่ากันเหตวาชัวเลยจันทะกินนลีชาตกังเย่เลี่ยงเหรินโถเหนียวเต๋อเปิ่นซึงจริงตะโตทิวสโตชงหน้าอีเทียนตะติยะทิวเสเต๋อตี้ซันเทียนอันโฮใจนันทกุมารสะน่านถัวชิงเศร้าเหนียนเต๋ออภิเสกะกว้านติงเคหะปะเวเสนะจินรูเจียอันโฮวิวาหะหุนอินมังคะเลสุตะจีเสียงปวัตตมาเนสุจังใจจี้ชื่อปาวิสิตวาจินรู้เลยปินดายะเว่ยเลยทัวปวงทัตวาเก่เลยปัตตังปัวนันทะกุมารสะหัตเถใจน่านถัวชิงเศร้าเหนียนเตอโศสร้างวัตวาสัวเลยมังคลังจีเสียงอุทธายาสนาชงจั่วเตี้ยนฉีลี่ฉีฉีหลายปกมันโตโจกไข่然后那堪喜没有拿南他古玛拉萨哈他多巴当从难陀
青少年守的波，这样有没有问题？没有。前面那个依靠了罗侯罗母亲，就是的话，就什么意思？就是借比方说，因为这个这件事情，佛陀才会讲这个本生经。哦。借由，翻成借由啦，听懂意思吗？OK。这个是依靠的含义啊。我们先到这里了哈。好。好。OK， 然后我们一起诵念赞扬三宝哈。Namo Amitabha Buddha。谢谢大家，我们下礼拜见。谢谢师父。